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进行八三拍的节奏练习，重点要清楚。八三拍是指以八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有三拍，我们可用手画等边三角形的方法帮助练习。小节中每拍音的强弱规律依次为强弱弱，难点在第二行中，每个音符不同的时值，以及每小节中每拍音的强弱都要准确把握，好吧，我们开始练习吧，走起。嗦啦